晚上好，欢迎。我不应该看不。你这个机会。你是你自己不是你他也想不。晚上好，晚上好。这去哪里呀？那个去逛一下街。对，去逛街一下。对，咱们进来的把直播分享一下，哥哥姐姐们把直播分享到那个粉丝群里面啊，带你们去看一下这边的夜景好不好？夜景很好看的。我坐的那个出租车，坐的出租车，没有坐谁的车。没有没有没有，弟弟我们一起啊，弟弟我们一起，弟弟和弟媳妇儿我们一起的。对，谢谢分享直播间，谢谢谢谢。打的车，对对对。是这师傅开的车。给你们看一下啊，看一下前面啊。要不要看，家人们？哦，等一下，我把镜头擦一下，这个。等我一下，我把镜头擦一下，太模糊了。哦，可以了。欧铁呢？欧铁这两天在吗？没有在，没有在这里。对，谢谢。没有关注我的家人们可以关注一下我啊。然后就想着就是去逛逛街什么的，然后今天也是找了一天的那个工作嘛，我不是昨天不是跟你们说今天去找工作嘛，然后也没有合适的，就是可能有的大多数对那个文化要求比较高的，就是全部都是这种，所以说想着今晚上这么早也睡不着嘛，所以想着出来逛一下街。对对对，这个信号不卡吧，家人们？信号卡不卡呀？信号卡不卡？我带你们去看一下这边的夜景啊，但是现在也8点半了，我应该早一点去的，早一点去的话可能人会多一点。十万吧，我阿哥是不对啊。你这个我二号门的路过，一号门是阿哥是。看到了吗？看到了没有，家人们？看到没有？看到了打一波，看到了。这个也不应该不能随便去照人家吧？我那个，哎呦！对，他们说这样子去照别人是不礼貌的，家人们。你他妈的大彪子，而且坐错不能坐牛的，这个是哪个位置？是前面还是？我前面啊，对前面。你们没有坐过出租车吗？为什么要非要去看呢？而且这个镜头，如果对吧，这样子，你随便去照人家，人家不高兴怎么办？你的大表亲不是坐错不能出租车吗？出过题啦。啊，对，大表亲没去是哪个？哦。看到没有？这里看到没有？坐的是出租车。没有，家人们。还在前面吗？对，再往前面一点嘛。
个。带你们去看好看的，想不想看家人们想看的打一波，想看好不好？想不想看哥哥姐姐们？哇，人特别多，给你们看一下，人特别多，最近这边都在搞活动什么的，特别热闹的，看到没有？为什么？那我们等一下去那里坐呀，问你呀。好啊，给这么发好的钱？8块钱。8块钱吗？感谢您乘坐的公司长途车，请带好随身物品。是那个上面去做那个是小朋友做的吧？我们死下的，该你的我。你先慢点。哎，跟你别上个不是。是不是给你的？他去给我一道。哪个事儿嘛你？俺你他去给我一吗？哦。等一下啊，给你们看一下，家人们。你们叫他粘过来，我刚刚粘了，我粘了，然后粘不过去。你们叫他粘过来。他那边好像设置了什么，我能看得到他直播，但是我粘不了他。你们给他说一声，家人们。你们给他说一声。我能看得见他直播，你们就说我能看得见他直播，但是我粘了，粘不过去。啊，好的好的，可以的，你们说一声。你说了吧？对。哎呦，这里拍视频拍照好好看哦。我上车。看一下，好不好看呀？我弟弟哦，我弟媳妇儿，那个是，我弟媳妇儿的堂哥还是堂弟哦？三个，他们三个还有我，我们就那个嘛，就晚上出来转一下，去那边人多的地方看一下。哦，没有说嘛，如果说的话，因为我这边我刚刚看到能看到小度直播嘛，但是他好像设置了什么吧，我能看得见他直播，但是我粘的话我粘不过去，你们跟他说一声就可以了。如果他要粘的话就叫他粘过来就可以了。家人们看看弟媳妇，好的，我跑到前面，这个手牵手的好幸福哟。弟媳妇害羞了，害羞了，看到了没有？他们两个是这样子手牵着手呢。小的，这个是老几个是瓜？我就是。哎，这个是过啦。是猴子的，要个屁股脸。屁股脸吗？今天你的嘴巴跑哪里去了？小水屁股后。好热闹呀，这里好热闹呀，给咱们把赞赞点一下啊，没分享直播的也可以把直播分享一下，没有关注我的家人们可以关注一下我。第一次这样子就是出来逛街然后给你们直播，我直播这么久以来是不是第一次像今天这样在外面直播呀？哎，吃不吃不啊？吃。那了，不是的，刚吃个热的都不行，一个啦。这个光呢？你他妈的三十五里弯了？俺们的就超过来这两十个里，小。家人们，你们喜不喜欢？要不要我们去坐那个车？那个车？要不要看一下？行，你想不想吃不闻的曹教不美啊？不不不啊，教不美。我说去坐这个车，然后我弟弟说不坐。后面又来了一个，家人们。哦，这个坐这个车，我得坐你的车不行。这是乐山。又来了，给你们看一下，家人们，来了，看到没有？他
们两个看到没有？你看还牵着手呢，看到没有，家人们？你们看到了，看到的家人打一波，看到了好不好？因为我这边比较吵，可能我说话的声音会有点小啊。哇打，这个是示好广场。来，我问一下啊，我问一下咱直播家人们，有没有咱们乐山本地的家人？有没有？有的打一波有。有没有在这个乐山本地的哥哥姐姐？有没有？看见了是吧？旁边那个是我弟媳妇的堂哥还是堂弟？我忘了，不是我男朋友。人家年龄还那么小呢，人家才十九岁还是18岁哦。对，你们不要瞎带节奏啊，他年龄比我弟弟还小，年龄比我弟弟还小。小雨哥，谢谢，这个是谁呀？谢谢。谢谢，感谢哥，感谢哥。Hello， 晚上好。好久不见了。等一下，我声音的小啊、哦，好久不见。你在示好？对，我刚刚出来转了一圈，然后刚好给大家开开播什么的。哦，行，那吃饭没有啊？吃了呀，你最近在哪里呀？我刚在乐山了呀。哦，你也在乐山呀？对。那出来逛街呀？你在示好的吗？我过去得40多分钟嘞。那么远啊？对啊，我在高新区这边的嘛。哦，那确实有点远了。你家那个竹笋掰完了吗？掰完了呀。我发现你越来越漂亮了哟，最近气色真不错。我是化了妆的。没有，以前化妆是没有这个气色的，但是现在化了妆，感觉气色更好了一些。就是什么呀，就是以前没那么会画了，然后慢慢的现在比以前会画了一点吧。对啊，这就是你的改变啊。我觉得一年前，然后再到中途我们一起经历了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然后再到现在，我觉得你改变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嗯，对。对，人嘛，总是需要去成长，主要去经历嘛。对，不管怎么说。怎么说呢，就是虽然我们两个被网暴了这么久吧，但是呢我们也是从其中呢，然后也懂了很多的道理是吧，也懂了这个人间险恶什么的，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在未来的这个时间里，然后大家一起努努力，然后对，因为你也知道的，可能一年多的时间在我们两个身边出现的朋友也多，然后那种你懂的，就是对吧，各种也很多嘛。所以说啊，就是我发现我们两个合作一年多啊，身边背叛我们两个的人数不胜数，基本上就是我们两个对他们好的基本上都已经背叛了我们，甚至就是在这个互联网上面整天就是黑我们两个啊。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些人离开我们之后呢，离开我们之后他们也没有什么成就，说实话。对，他们也做不大，因为我也觉得这种人品永远都不可能做大的。然后我也希望就是你在未来的这个日子里多给直播间家人们拍拍视频，因为你知道我现在我不拍视频了。然后对，我也看到你没拍。对，我现在没拍了嘛，然后我现在就是工作嘛，我现在做这个幕后了，可能你可能不太清楚。然后我现在做幕后，我以后直播我都是直播的话，我以后慢慢的就不开了。哦。对，所以说你没事的话，你可以给那个直播间的家人们多拍点视频，然后多给他们看看直播什么。对吧，因为可能很多原因，就是还有我们两个不是没有一起合作了吗，然后也有很多粉丝你知道的就相互打架。我知道，这个我知道，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因为有很多粉丝支持你的，然后也有很多粉丝支持我的。对，然后我们那个没有合作了嘛，他们相互吵一下或者怎么样也正常，但是呢粉丝们归粉丝们，我们两个归我们两个，也他们吵架或者怎么样也不会影响我们两个这个朋友之间的关系。那肯定的呀，这个我每次直播我都是这样子给他们说的，然后他们又在说我，他们说我又在那里装，又在那里演了，怎么怎么样，他们不相信。对，没事没事没事。我看你弟弟就是，我看他只是那个视频了，他染了个头发好丑啊。你看他两个牵着手。对。他染了个头发，他以前那个黑色的那个头发要好看一点。对。他现在那个变成黄色的了。对，不好看，就是感觉显得就是不知道怎么形容，反正就是没有那种娇嫩的那种感觉了。对对对，他也是第一次染头发，加上给榜一点点关注啊，没关注关注一下。嗯，咱们也可以给吴朱墨点点关注啊，家人们。对，也可以给小豆点点关注，但是可能我们两个直播间的人都是一样的。对，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什么点关注什么这个说法了，因为我这边粉丝都关注你们的，你那边也是。对，一样的一样的。那你以后就是很少直播了？那他们忘了俺们的说的语音叫吗？你吗？俺记他们叫了。对，那他们当年就是么的策划了，像先们就是不像先们是那个什么，不是那牌就是俺们很少直播视频的朋友，胡哥那不是中国女生吗？俺们跑下盘车的，什么问？资料的空间是发放吗？对，俺他们的工作。你说呢？也是什么？的是你今天他们的车几个人啊？是比较多的。哎呀，他们跟用这个好用不用啊？跟那俺们给的我们这几句黑工作嘛？我不一定啊，不管他们工作嘛。哈哈，真扯远了。我俩们好的，俺们就语音使用的。你的是个这么多档，俺的没多么个什么。我的这么大吗？怎么变小了？变小了，行。那个吴周末你直播吧，我播了一个多小时了，我也下播了，我7:30开始播的。嗯。对。好的，好，有时间一起吃饭嘛？明后天嘛。可以。可以，那家人们你们去吴志墨的直播间啊，就去吴志墨直播间看吴志墨直播，然后我就对，因为我这两天应该都在这里，那个我小姨嘛，她身体不怎么好，我带她检查什么的。哦，那可以，你自己呢也注意身体啊。嗯。哎。好的。好，那我就直接下播了，家人们你们去看吴志墨直播间，我这边4000多人。好，那我数三个数，然后你们点击吴志墨直播间啊，来3、2、1，好，拜拜，吴志墨。拜拜。好，拜拜。嗯，拜拜。好热呀，家人们，你们热不热呀？你们热不热呀？我那个，我都有点出汗了。来了是吧？来，咱们进来的来了，打一波来了，好不好？家人们，来了的打一波来了，好不好？来，再给你们看一下，打声招呼。Hello， 家人们，晚上好。带你们去逛街啊！带着，虽然我们这里只有4个人，但是带着直播间这么多人，那多少人了？一起逛街是吧？一起逛街，7000、8000、8000、9000人一起逛街。我这人气这么高，7000多人。对，是不是？来了，欢迎来，咱们进来的没关注我的，关注点一下啊。谢谢我梅花姐姐，谢谢梅花姐。家人们，我们给榜一这个小雨哥点点关注，好像以前来过我直播间，是不是？我刚刚点进去看，然后我们两个是互关的，互相关注的，可能以前也是来支持过我的。咱们没关注的给榜一点一波关注，好不好？哥哥姐姐们，辛苦一下，然后给榜一这个第一、第二、第三，咱们都互相关注一下啊。看一下第十份哦。第十份害羞，他。